第六张图可能是这些画里面最好的了。啊，那我不知道这谁的，因为我原来看他的那个综艺节目里，然后他一般画的那个画风都是这个样子。因为他之前跟我讲过，他有的时候小时候就在学校里头，然后呢就是蒙着眼睛就以为自己是什么英雄。就是我们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都会有一个玩偶，就我感觉如果要是他抱的那个跟这个应该差不多。我是把所有的画看完，我看看，然后就分辨出来那张画。啊。那些树都是已经画好了，他只会填字。那你就这么笨呗，画不出来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也是一个特点嘛。